菜乱吃。不是，我大老远过来，你就请我吃这个？这个很出名的，而且这样东西特别多，我们等会慢慢吃嘛。拿筷子。哦，你怎么还只买一份呢？两份吃不完。行，你还挺会过日子的。谁都不是呢。哎，那是谁娶了你，那岂不是赚大了？对，我跟你讲，我不仅不要车，不要房，不要彩礼，我还不要钱，我可以自己养活我自己。哎呦。哎妈，听到了吗？咱家媳妇有着落了啊！不是那个阿姨，我刚才，你耍我？哦，开个玩笑嘛。好笑吗？你有本事真打呀你！那我真打呀！哎，干啥呀？我就开个玩笑，生气了？好像真的生气了，得想办法哄一下。怎么还生气啊？哎，烤串吃不吃？烤串不吃。小黑棍来呢？你有病，你拿这种招数来骗。笑了就好了，笑就好了，好吧。好什么好，我还没好。哎，那你怎么才原谅我呀？啊，谁要吃这个啊？我饿了，我要吃好吃的，我要吃贵的。哎，不是说你请我吃饭吗？怎么变成我请你吃饭了？那你请不请？请。给自己画个草莓，看看喜欢的邻居是什么反应。你找我呀？哎，你把小电铃借我用一下呗。哦，嗯，看什么？你昨天晚上去哪儿了？我在家呀。可是我敲你家门好像没有人。啊，是吗？你几点钟敲的？9点、10点。哦，那个时候好像在和朋友开黑呢。朋友？啊。女朋友啊？什么女朋友啊？不是。那你有女朋友吗？没有啊。那你这什么东西啊？什么东西啊？草莓啊。不是，什么草莓啊？你还装是吧？哎，不是，你怎么这么大的反应啊？别碰我，我嫌你脏。哎，不是，我怎么就脏了呀？你一个没有女朋友的人，你怎么会有草莓呢？你自己说。对啊，我都没有女朋友，我怎么会有草莓呢？你问你自己去吧，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，我们保持距离。你喜欢乱搞，你就去找别人，不要来找我。我怎么就乱搞了？你当我是什么人啊？那你自己说，那草莓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这是我自己画的，我怎么自己画的？你看，是不是？你自己看，对吧？哎，干什么？生气了？对，你哪来的口红？一个男的怎么会有口红呢？对啊，那这个不是吗？这不是你的口红吗？这不是我的口红，我没有这样的口红。这真的是你的口红？我都不知道该怎么相信你了，一会儿是草莓，一会儿又是口红，你能不能真诚一点啊？我很真诚的，从现在开始这个就是你的口红了，我送你了。送我？谁送别人二手口红啊？哎，不是，这是新的，我刚买的，我还有购买记录呢，给你看看吗？啊。不是你搞这种事情干什么啊？你是小孩子吗？于是，这个不许擦。这么麻烦，要不你直接亲一个算了。是要亲。喜欢的邻居家怎么有男人的声音？你怎么在这儿？你家有人啊？没有人。那我刚刚好像听到男的声音了，是有男的在里面吗？关你什么事啊？怎么不关我的事啊？你干嘛、啊？谁呀、啊？你男朋友？什么男朋友啊？好吧，是我前男友。前男友？前男友来你家干什么？哎，这好像跟你没什么关系。行，跟我没关系，好吧？是我犯贱。喂，在哪呢？谁呀、啊？月。干什么？哎，你能来接我一下吗？我说点事。哎，你来了。你不是出事了吗？我不这么说，你怎么会过来啊？耍我！走了，拜拜。哎，我脚崴了。脚崴了，你前男友呢？让他过来接你啊。什么前男友？装是吧？
就告诉你。你直接说吧。哎，你过来嘛。做啥呀？说吧。等一下啊、哦。打扫厨房吧，太脏了。把垃圾丢一下。啊、对了，你家的垃圾在哪？啊，录音？你骗我？怎么、啊，这么明显的录音你都听不出来？那你难怪我骗你。哎呦，不是你骗我有意思吗？干嘛？是不是你骗我，不准我骗你？我也想看看你是什么样的。想看？看，过来过来过来。干嘛？过来跟你说句话。过来。嗯。你干嘛？你个变态！亲你一下干嘛？你有病！怎么？亲不得啊？你不是想看吗？你不想看我什么反应吗？神经病啊！咋了？整崴了？啊，整崴脚了？来来来来来来来，上来上来！什么？你不能走了！我这个人很小气的啊，你骗了我，你不得补偿我一下？你放不放了？大半夜你带我来这边买，就买这个，楼下便利店不是有吗？这里的不一样，这里的好吃一些。啊？还有这种区别？哎呀，你别动！干什么？过来啊，过来啊，骚狗！过来，这天，这天你干什么？这天，你干什么？我被他困住了啊！哎呀，这天你过来呀、啊，这天怎么办？我们你过来，他不过来怎么办？那我过来吧。哎呀。如何让喜欢的人主动叫你老公？去那边看一下吧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这里好像脏了，这里。哪里啊？哎，别动，别动。那个，你手机给我拍给你看。嗯，好，别动啊，别动，站好。你看那边。趁机把我的手机备注改一下。好吗？啊，完了，完了。啊，看吧。哪里啊？就那个黑点啊，没看到吗？这是痣好吗？啊啊，这样吗？没看清，没看清。你该不是想偷拍我吧？我偷拍你干什么？我又不是变态。是时候验收成果了。哦，这边树长得还是可以的啊。对，还挺凉快的。嗯。谁啊？老公？谁老公啊？你的手机，你问我，你不认识老公是谁啊？我好像不认识姓龚的人啊。你接一下不就知道了？喂。哎。不是你啊？对啊，是我呀、啊。你怎么叫老公呢？叫什么？老公。哎，老公在这呢。有病啊！你神经病啊！你自己要叫的啊，不能怪我啊！来，再叫叫老公来听听。叫你妹叫！来，你也许个愿吧。哎，你知道什么叫普信男吗？你可别告诉我是普天之下最值得信赖的男人。不是，是普通的信男。什么信男？信男信女啊。哈，无聊。哼，信男愿意吃素三天，保佑我今天找个对象。谢谢谢谢。许这么大声给谁听啊？那谁能帮我实验就许给谁听啊？无赖。什么？你许什么愿？为什么要告诉你啊？跟我说一下了。嗯，叫声爸爸我就告诉你。哎，你怎么还有这种癖好？你叫就不听呗。哎呀，说爸爸爸爸。我许的愿望是，希望你的愿望可以尽快实现。啊？什么意思？有啊。